不好意思。哎，小我给你打两盘行吗？给你打两盘可以吗？是谁、啊、我给你打，给送你一颗糖。来，拿着。练多久了？我有拍子。练半年了，半年又打这么好了，还打到他一年级啊？你能打到他吗？啊劲儿这么大，还没用全力是吧？你使劲，我看看有多大的劲儿到底。不，确实可以，可以。我说，你觉得你能打过我吗？打试试啊，那咱打一局比赛吧。来，帮他记个分来。你在这边来，帮他记个分吧。他说他能打过我，来，来。捡球，球捡球快！紧张啊，别发失误了。还得努力啊！来，你要挑战我吗？不好意思。